汇聚英雄，天下大同。昨晚第四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盛大开幕，成龙、周华健、孙楠、郑伊健、陈小春、谢天华、秦家乐、袁娅维、唐石磊、夜华妻子奈克成员、泰国人气影星迈克 Angelo 等众星齐聚助阵。 开幕式上，成龙等不仅畅谈了动作人的心声，还用一首首经典歌曲唱出"动"。这次除了老友聚会，成龙还结识了不少新朋友。昨天还看你们的那个歌唱比赛，我知道你们好红啊，真的。有没有？很多粉丝。关心他人、热心公益的成龙大哥，晚会结束后还在呼吁大家把垃圾带走，这样的成龙大哥怎能不受人欢迎？ 第四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一直持续到7月22号，中国电影报道将为您持续报道最新动态。